经典杂志摄影特展从远古到文明，今天在台北慈济医院展开。三大主题分别是考古台湾、台湾好生活以及世界蓝图台湾愿景。时间轴线跨越3万年，透过不同时空的主题，希望唤起大众对文明生活的省思。我们现在真的是文明吗？那其实